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家里面的这个小狗，它现在目前它有2个月了，你看它多重了，你看它底下，我叫它放地下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你看它的，你看我一逮它，它就尿了，它吓的，它特别特别大，你看现在，我把它颠起来，它现在有26、27斤，现在，你看这个腿，你俩挺好。这种小狗特别特别听话，每天都是在家里面就是看门的，看门用的那种小狗，特别特别听话。它们吃的也不多。好，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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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给大家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这小狗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，就长得那么大，听话。过来，老黄。过来，老黄，王狂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狗，你看，哎，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狗，你看他俩打架，风吹过熟悉的地方。曾依赖你给